然后再来就是潘莱德手持。嘿嘿嘿。越消越多啊！小猪乐，至少让心碎第一个出吧。干，怎么又是你们啦？拜托了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，不要歪，不要歪，不要歪！我相信心碎的爸爸是。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！小羊哥，他们都把手势抽完了，来吧，咱们继续了。拜托拜托啊，至少让我看到一次财神与星的样子好吧？拜托，拜托啦！干，又是白铁哦，拜托哦，他要仙姑哎，仙姑，那仙姑肯定是轻轻松松啊，来啊，爆开就有了。能不能让我们回到家？仙姑。三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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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颗仙姑，仙姑轻松，仙姑轻松有。仙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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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！真的第一个财神，真的要仙姑的结果来先，结果来水。还有解除前为止自身攻防为提升2020。拜托拜托拜托，仙姑让他毕业，我真的要毕业了，我真的要想要让他毕。防回提升1100。被动一的话是破伤跟防堵，被动二的话是黄色珠转自身速度掉落，被动三的话是完全避开。仙姑呢？仙姑呢？暴风激烈转化。我们的仙姑呢？在这边大家应该会拜托仙姑，仙姑，仙姑呢？会不会？仙姑和仙姑。我觉得会，那就是变成说泡泡的关卡仙姑啊，结束啊，终于。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个地龙财神是没有防骇客的，那如果只要关卡终于有一个复活的话，基本上好啦，恭喜爱因莫尼，果然啊，还是要我们的分析一遍。说到爱因的空间，好啦，但是爱因的主场应该是不会被碰。收工了。應該好了，小玉就有50抽啊，我们就加速了。希望小玉，拜托。希望这个水温，若前头可以加回来，再进一射，来吧。顺的话，基本上就是连锁地雷，然后再落爆弹，所以他们两个在。那主要是可惜是被四个。哦天啊！但是整体来说是两个是可以配。天神，天神，我给你看我们今天的战绩。天神，我先给你看我们今天的战绩。800多手。大 boss 啊，快疯了！那如果已经被降，哎，这次连，哎，这次连那个，哎，连女冻兵都没出现，哎，我好想念我们的冻兵哦。啊，来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，出个能看的，出个能看的，出个能看，看。哦，小鱼又倒了。GG，来，我们相信碧玉小的粉丝账。拜托拜托拜托！哎，没音乐，突然没音乐了。靠，不会吧？原版虎爷啊？不是啊，你怎么会没有原版虎爷？我之前不是也帮你抽到一只虎爷吗？哎，奇怪，你抽的黄飞鸿。黄飞鸿吧，来吧，小分的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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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不是啊，刚刚那个是金蛋吧？哇，对吗？锦衣之虎哎、欸，不是连锦衣之虎都能爆吗？为什么金蛋会爆啊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我自己都觉得纳闷了。对，我们小小分身账该不会？冲天中之，拜托！至少至少让我抽一只 B 的 B， 总干到底学过几只啊？
我今天到底抽了几只雪骨啊？有没有人可以帮我统计一下、啊？雪骨有没有20只啊？哇，真的是有恐怖。你的小小分身炸倒了，金鱼宝宝。哎，这是我们的岛内王子，啊、看在巨人可怜的份上，走个吧。12点抽到现在，抽了2个小时了。大家应该期待这一刻，期待很久了吧？966颗，咱们966颗。将近1000颗的石头，哇！来来，咱们再起，希望我们的财神，哇，手势完美，手势完美，小月赞，拜托，拜托，绿豆，你啊！今天终于看到你了，出现了，真的不想。再看到任何人出来守我，我宁愿吕洞宾99，我也不想再被其他人守。耶！我宁愿我今天真的是宁愿吕洞宾，我今天真的宁愿吕洞宾，我也不要来别人。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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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出个能看的，出个能看的，我求你！我的账号也是属于爆开就会出货那种型的。拜托了，我求你，我拜托你，拜托了，不要再让我抽到天赋，可以，可以，不行，你不行。不是你，不是你，是另外一位。哇！来吧，水才4颗总该有吧？水才，干！不是你，飞位，拜托！哇！感动！我天哪！但是这样子抽。我觉得我对不起那些找我抽的人呢、欸。我觉得我干，觉得就像我一个人背叛了他们呢、欸。我们拼抽取啊，看看剩下的50抽，把他们抽取，至少不到200，让我比较没有那么有愧疚感。5元。好啦，就不到200，然后我自己之后会再思考自己要不要再抽，我自己再考虑一下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然后红包拿满满，然后不要忘记的话，希望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的话，可以订阅我的Twitch 或者是 YouTube， 然后加入会员，然后或者是 Donate， 真的拜托。各位拜拜，拜拜，各位拜拜，那我们先把冰雨，新年快乐，拜拜。